鲁曼，你看看你，坐姿男不男女不女的，你能不能有点女人样啊？怎么没女人样了？你告诉我女人应该什么样？那我问你，你洗澡搓泥的时候是开着水搓还是关着水搓？我开着水啊，有时候节约我也关着。怎么了嘛？女孩子应该怎么洗嘛？五月啊，你啊？洗澡搓泥的时候是开着水搓还是关着水搓？讨厌了，人家身上怎么会有泥呀？看见没？看见没？露露，你怎么啦？我好像发烧了，好难受啊！我的天哪，竟然这么烫！你别动啊，你等我。煮鸡蛋呀，煮鸡蛋呀，炸鸡蛋。哎，露露，啊？外边下雨了，你带伞了吗？我没带。那你打我的伞吧，不要被淋湿了。往后余生，那你打什么呀？我打车呀，打车呀。哎，露露，你家算上你是不是四个人？我们家五个人。五个人，嗯。我给你算一下啊，你妈妈，你哥哥，你嫂子，你没算我爸啊？我没算你爸爸，啊？那我算不算你爸爸呢？你算我爸爸呀？那我现在算你爸爸还是以后算你爸爸？你现在算啊，算什么？闺女，哎，闺女，哎，露露，咱俩玩微信，快问快答。你说，你是喜欢小鸡还是喜欢瀑布？小溪，你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？爸爸，爸爸，滚！爸爸，哎，哎呦我的妈！哎，露露，你有没有发现我爱你？毕竟父爱无声嘛，滚！父爱无声嘛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露露，嗯，我问你啊，你跟你前男友分手之后，你给他留下了什么？我给他留了条狗命，滚！留了条狗命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露露，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什么呀？我喜欢你丑，你丑。